最爱的迪士尼。对着镜头甜笑打招呼，这个大眼正妹笑起来超有电，而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虎航空姐。穿着虎航制服，扎起招牌空姐头，瑞塔高玉文从校园正妹毕业后变成新航空姐，后来转到虎航服务，还要上日本网站以千年一遇美女称号，超高评价再度掀起讨论。该美的地方都有很美，你想要批评她也批评不太出什么具体的缺点，这应该一般男性都会希望吧。坐他的班机，对啊。其实我觉得空姐都蛮漂亮的，只是如果说她真的如果坐到她的飞机的话，可能会就是忍不住多看几眼吧。随着网站刊出照片，连日本媒体都争相报道，还形容 Rita 长相神似人气偶像桥本环奈。比比不止拍照角度超像，空灵大眼、高挺鼻子，加上翘翘的薄唇，笑起来一模一样。Hello， 正妹空姐低调不愿出面，不过在社群软体时常更新照片的她，无论是工作照或是出国度假休闲装扮，甚至不吝于放送好身材，每每掀起网络热烈转贴 ，Instagram 上高达10万人追踪。这回再因为受到日本媒体瞩目，也让这一名25岁的年轻空姐成为变相台湾之光。请下运城李佩轩台报道。